三周学员就开始设计他的机构，对，后续三周他可以用剪刀，可以用什么工具都可以，对，那个部分他用铁丝、铝线都可以，啊，看怎么做机关。那机关的部分我们可能下午才会讲，对，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先把这一块给完成，这样老师 OK。好，那老师有没有拿到？等一下记得拿来挂一个夹板。这个夹板呢，我是36尺，请厂商直接帮我切成12片，刚好切完，所以它的宽度大概。